昨天这样雨才下得巴适，我今天就不管了，不能再红烧。就是这样快点。今天真好宽哦，这些红烧能够不够？够了，就那两大块头，还想不要挖？想把挖出来的走了都。就为了一个，就没必要摘太多了噻嘛。我摘点，那天毛不晓得再做一个还喂鸡噻。好。可以喂鸡啊，要不要？那红烧再油也不如何管的，那不是该吃啥子草草就是。走啊，来魏总监摘红烧出去喽。我人多噻，摘不到好点嘞。哎，好点摘完了。你多地要大。就是。有你这个小王子在。有你这个精神小伙儿了。再难的活路都不怕。爸爸，我来了。你都来了，你还摘红烧去啊？哟，你还整起龙大块了，我可以打点灰酒去了。嗯。我就光是摘。三个精神小伙儿，晓得嘛？这一场雨落来巴适得很，这土地发得啪啪直的，好摘红烧得很。要得不就摘嘞？要得，这个天气。管了要不要的，乱摘了回来。是啊，一把是啪的，好摘得很。你给我摘两个，你看嘛。哎，今早干哦，这上午买鸭子吃的。你要搞快点，那老整得快的嘛，来比较晒呀。这多年两坨。摘了就回家给你摘。来的。有你帮忙就好快的。哎，人多力量大，人多力量大。还是要人多，还是要多盼点娃儿嘞？我总觉得。有没有？你看，还多盼嘛？你看嘛，这又有大作用了，干。对，生下娃儿来好摘红噻。干啥子都要得，你说。你咋跑我后头去嘞？干不赢你哦，都是精神小伙儿嘛。哎，精神小伙儿是不一样哈，我摘一路，你摘了几路了？咋？来捣乱哦！跟老丈夫干活路是不一样哈，自己的活路偷懒，这个不偷懒哦。那你不搞快点捕点鸭子吃啊？这鸭子在比那个还要大的哦。这块子要大的。就是。哎，农村的。两大杯红烧出来啊，是我打的大，要我再两根。是。肥料来喽！哎呀，辛苦你了，你把肥料收。马上过喽。老弟啊，要么跟水了回去嘛，我是。好的。你弄饭。好，我是。我可以把那两块出来摘去。老弟。
新徒弟，三个精神小伙儿干哈？加油！干完了，我们开始。等等，今天要啥节日哈？不是，我这要放黄了。哦。哇，这个好爽！哇，今天的豆豆，慢着说哈。